在人心里的我，既定不是雄伟的两在体内是下回就狂野来拖我。哦，人愈来愈多，安尼对啊。但是我知影，我爱家己啊，无论这条路上人有人作伴。但是我知影，我爱家己打拼，无论这条路上是坎坷也是孤单。就是团员介绍，从来没有，成团八年从来没有 ，never 哦。贝斯手萧敬腾，吉他手郑成功，鼓手非洲仔，听不懂啦，哦，乱讲，啊，对嘛，主唱杨公公。是啊，我是杨公公。好了，好了，想讲故事，就是我们最近沉迷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呢？我们最近好像沉迷蛮多游戏的。对啊。好。哎，你要赶快，你不可以再那么慢热了。你知道西子湾，我们唱完五首歌以后，他就想要讲故事，结果故事一讲太长，没有歌可以唱，整个活动变干。怪我，我在讲故事。所以你现在想一个，上次都我讲。那你随便提一个，换我讲。我讲一个要冷场了啦哦。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故事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孙叔叔今天不能干够，开始。好了，讲 OP 的故事好了。就是那个这首歌是我们比较新的歌啊。然后他就是有一天，我在家里看到一张那个以前，那个叫什么时代，反正就是穿衣服都穿那个很紧那种。你是陈冠希哦？靠近一点啦，这个喇叭太小了，再推就会 feedback。对，
好，就是有一天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一张旧照片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，就觉得以前的自己比较酷，比较狂野，他求屌哎，然后就对那种感觉还不错。你这样讲到笼统，很笼统。对，我他要解释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活越久就越怕事情，因为他以前真的很白痴，现在还是很白痴。他以前都很敢蹭扣篮，可是现在就不敢，因为脱裤子会漏财啊。你看吗？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会漏财、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长越大越怕。好。然后就是要告诉你们说，你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要有所坚持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迷惘的时候，你就想想以前的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，不用你现在的观念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模糊掉了。嗯，就像你小时候敢爬树，但长大不敢，因为你知道什么东西是摔断腿，但是你要把摔断腿这个恐惧忘记，勇敢地爬上去。就像他玩滑板摔断了腿，但是还是要继续玩。我觉得他再摔断就是活该。不过，真的就是这种态度就对了啦。那边应该有摔断。就像我们撞烂车，但是还是得开车巡回。所以就是这一种。好。欸，你要开始想以前的故事，真的随便一个都好。打羽毛球、打到全国那个。